人声鼎沸，宾客如云，东西香楼正在进行花魁比试。东香楼春日胸围三尺，西香楼柳月胸围三尺五，身形相比柳月胜出。这回我可不会让你。世人都知道这洛阳繁盛，却不知道洛阳地下的不良姐却犹如地狱一般。众人正争抢鬼牌，谁能抢到鬼牌就能见到鬼王，询问着地下之主一个问题。拿起鬼牌，小骗子是赶紧开溜。小骗子终于成功，百事通也欣喜异常。小骗子进到鬼王这里，真有意思，获胜者竟然是个小丫头。鬼王露出真容，小骗子拿出鬼牌，他知道面前之人正是地下之主鬼王。鬼王答应可以回答他一个问题。小骗子询问鬼王，自己的师父万事通究竟去哪儿了？他自幼生活在地下世界，全靠师父将他抚养长大，可是一年以前师父却神秘失踪。鬼王告知小骗子，他师父已经死了。小骗子追问鬼王，师父究竟如何身死？鬼王告诉小骗子，已经回答完一个问题，再有问题就必须帮鬼王办事才能解答。鬼王让小骗子去到地上为自己送个东西。小骗子来到这义庄之内，却见四下无人。就在此时，老板，没有人啊，是鬼王派你来的吗？有新客来了。把手伸过来，让我看看你还有多少阳寿。来吧，我来给你看看。小骗子难得来到这地面之上，看着周围的一切倍感新奇，顺手就偷了一串糖葫芦。城楼之上，赵大人女儿青青生日，下属杨信让老赵转交礼物，随后带着一行人赶紧警戒，却在此时锣鼓喧天。大街之上正在进行烧鬼仪式，原来今天正是洛阳的驱鬼节。一众百姓陷入癫狂，而此时鬼王却突然出现。驱鬼神，金吾卫赵恩典大人因为玩忽职守罪，直接被关进大牢，第二天就要凌迟处死。鬼王出现惊动洛阳，皇帝亲自下旨降罪，皆是为了安抚民心。如今距离死刑还有12个时辰，只有在12个时辰之内找出真相，才能解救赵大人。赵青青记起父亲所说，在地下不良井有人名叫万事通，知晓天地，
杨信却质疑不良井存在与否尚且存疑，传闻入口在荒宅之内的坟墓之中，那里是只许进不许出，杨信担心里面鱼龙混杂，而青青为了父亲性命哪还管得了这许多。不良井中的小骗子则说起地上的见闻，小骗子还说起在洛阳街市之上自己竟然见到了鬼王。小骗子绘声绘色描绘着鬼王出现的景象，而此时鬼王使者却已来到。你知道人和神的区别吗？鬼王声称洛阳人烧毁了鬼王神像，因此他才放火报复。鬼王告知小骗子从此可以自由出入不良井，可以进出地上和地下为他做事。小骗子询问鬼王这样做是否就可以救他的师父，鬼王则告诉小骗子他根本没有权利和自己交易。百事通这里则记起父亲万事通在给他试药，小骗子则说道在地狱之中见到了师父万事通。小骗子再次出发给鬼王办事。姐，记得我的冰糖葫芦，还有我的冰糖葫芦。小骗子来到这花楼之中，花楼里洞悉香楼的女子还在争奇斗艳，花魁柳月则应邀表演。小骗子直说这里好看，而后让龟公把东西亲手交给柳月。老鸨子告知众人花魁可只有一个，一会儿射中了谁晚上就会陪谁就寝。小骗子被一箭射中，却正在此时赵青青却已经乔装打扮准备前往不良井，手下告知老杨春香楼有人着火，在场众人都看到此状，此时的状态和神婆简直一样。你怎么在这儿？你干嘛？跟我走。你是不是怀疑这些人的死跟鬼王有关系？杨信错把小骗子当成了赵青青。小骗子不明就里，一看这人完全不可理喻。杨信还在劝说小骗子不要前去不良井，而且他还听说这不良井中之人均都多日不洗澡，身上一股怪味。小骗子反唇相讥，让杨信不要以为住在上面就了不起，还不如街边的乞丐。赵青青独自一人来到荒宅之中，竟然找到了传说之中的坟墓入口，顺着地下通道来到不良井。鬼差还以为是小骗子回到此处，对他并没有阻拦。来到这不良井中，这地下世界的一切在赵青青眼中竟是如此奇特。赵青青来到鬼伯这里向他打听万事通在哪儿，对方一看居然是小骗子，直接讽刺小骗子有病，让赵青青找百事通看病去吧。赵青青在不良井中不断寻找，终于来到了百事通这里。百事通正在抽签打卦，抽到了大吉的上上签，一看小骗子回来，百事通热情地将他拉进门来。此时独眼龙却扛着小鬼走了进来，独眼龙因为小骗子和小鬼串通抢到了鬼牌，正准备过来找麻烦。嗯，走。哎，就一下没事没事。百事通一看这小骗子居然如此厉害，而小骗子这里杨信换了身乞丐的装扮，直接坐在小骗子对面，一看面摊子上的饭碗，以为赵青青今天胃口好，当即扔出钱袋子准备请小骗子再吃上两碗。小骗子一看袋子里的银子立马两眼放光。百事通则带着赵青青去找万事通，而此时的百事通也已经看出这个小骗子有些古怪，正将赵青青带回家中之时，真正的小骗子也赶回了不良井。原来小骗子并非出生在不良井，是万事通捡回来的，当时街上一个人也没有。杀了王成富，赏黄金十两。万事通捡回了小骗子，从此在不良井中将其抚养长大。小骗子询问赵青青是否知道王成富是谁，赵青青也是一头雾水，而杨信则猜测两人是失散多年的双胞胎姐妹，可要弄清这件事只能去询问赵恩典大人。可这不良井只准进不准出，两人又该怎么出去呢？这事儿倒是没能难住小骗子。鬼王让我押送货物。死囚牢内，赵大人这里已经提前送来了断头饭。赵大人，天命如此。众军士押送赵大人准备离开。你们这是做什么？上头有令，即刻送斩。皇帝急召，明早出街，想必是用赵大人的人头安抚百姓。啊！
站住！那边快跟上！在哪儿？老杨一路暗中破坏，赵青青终于带着父亲来到百事通这里。百事通告知两人，这不良井是好人的地狱，却是不良人的天堂。而后便直接打开机关。你回来了，长得跟我女儿一样。正当下属要查看荒坟，杨信说这里发生灭门惨案后已知无人居住，因为有人在这里看到了鬼魂，而后便带着众人去到别的地方查看。不良井里老赵只说两人长得像，而赵青青也确实不是赵恩典亲生。当时后半夜下雨，老赵在家中听到敲门声。孩子，百事通当即想到两人是惨遭灭门的亲姐妹。赵青青说出当务之急不是查找身世，而是先要找到鬼王证明赵大人的清白。而此时赵大人的通缉令已经贴满洛阳城，洛阳城里更是谣言四起，惹怒了鬼王十二时辰就会烧死一人，南市的鬼婆、春香楼的花魁都是为此而亡。但剃头匠却说自己就不信这些。可正在此时，洛阳接连发生的自燃案件搞得人心惶惶，皇帝决定在亥时亲临南市安抚人心，而杨信则在剃头匠自燃的地方捡到一样东西。小骗子此时则来到春香楼，不断寻找着自己的贴身玉佩。赵青青来到春香楼，给到了小骗子黑色玉佩，原来赵青青也有一个，不过是白色的，两个玉佩合到一起正是太极图。赵青青知道小骗子去过春香楼和货仓，而这几个地方全部与自燃的案件有关。你为什么要替鬼王做事情？整个地下都只能听命于鬼王。可是小骗子不替鬼王做事，就救不了自己的师父万事通。赵青青告诉小骗子，死去的人根本不能复活，小骗子的做法简直就是无知。小骗子也反唇相讥，自己就是蠢，不像他赵青青总是高高在上，扔下玉佩直接离开。而此时金无畏正来到现场办案，杨信来到此地赶紧拉着赵青青离开。街市之上，老法师告知洛阳城中的市民，取鬼节那天大家惹怒了鬼王，鬼王因此怒火冲天，导致洛阳城中不断有百姓引火自焚。这可都是天火，若不想被天火烧死，需要饮用这东海圣水才能化解。圣水克天火，来往法师赐水。众人一看狐狸都来喝圣水，赶紧一拥而上。赵青青带了些圣水给到百事通，检验这水到底有什么问题。他也再次找到小骗子，主动前来搭话。这是什么花？双色结。这个结是不是见过？我在洛阳城还从未见过。赵青青把黑玉佩给到了小骗子，百事通查找清楚，万事通的书中就有记载，这药水无色无味，极易让人发生神经错乱，同时书中也有解药。小鬼赶紧按照书上记载前去收集。救命啊！来了，快车来了！原来鬼王已经下令要杀掉小骗子，杨信当即带着几人离开，却又碰到了诡异的一幕。正是自然的几人。眼前正是傀儡术，而操纵者祝如正是棺材铺的老板。赵大人被一刀入魂，直接死在此处。不良井之人并未发现小骗子他们打死鬼差，小骗子决定先离开此地，可是赵青青却悲伤过度，不愿离开。小骗子几人只能上前苦劝，众人最终决定先去棺材铺查找线索。老公，几具焦尸的头盖骨都有碎裂的痕迹，骨质上也出现了暗红色斑点，这说明几人是先遭人重击，死后才被人焚火而死。
房间之内正是洛阳城图，地图上有着奇怪的标记，而标记的地方正是几人自燃的地点。动物的头像则代表了死亡的时间，而地图上的轿子正代表荡尽圣上。而有百姓突发癫疾，地图上的灯笼则代表四桥，桥要是毁了，轿子则无法回宫。猪头代表亥时，那不就是现在吗？回宫方向发生爆炸了，众人已经知道皇帝危险，立马赶往南市。圣水毒发，小骗子和百事通赶紧回不良井拿解药，鬼王却直接杀到不良井中。原来鬼王只是幻术，并不存在。小骗子也揭穿了鬼王的阴谋。鬼王三次派小骗子去地面，实际是为了释放信号，告知神婆、花魁、剃头匠按时行动。而三人早已做好了隔热，隔热之物这是蜡垢，三人皮肤之上涂满蜡垢，再抹上一层酒精，而后用打火石点燃全身。落水之后则全身而退，而在水下则早已放好了少教的尸体。当日的白狐则是棺材店老板伪装，几人假死以后再出来杀人，再次制造阴间的假象。所有人都在装神弄鬼，并不是真的鬼魅，那么强大的鬼王也就并不存在。而鬼王之所以能产生如此大的破坏力，则因为提前安置好的炸药和引线。小骗子第一次见鬼王时也是因为中了幻术才身处地狱。鬼王质问小骗子，既然他是幻术，那为何找不到真身？谁知小骗子却早已猜到鬼王真身所在。双色锦本来就不是洛阳之物，却在驱鬼节时出现，花香就是置换的关键，因此双色锦最多的地方就是鬼王的藏身所在。这大法师学习幻术，一直潜伏地下做鬼王，为的就是向朝廷进行复仇。原来25年之前，东瀛人向朝廷进贡了一本幻语录，但是因为记载了各种幻术，朝廷将此书列为禁书，藏在了白马寺。大法师挑选一名食客，让其把书给拿了回来。可是东窗事发，皇帝诛杀大法师九族，大法师藏到地板下才躲过一劫。他猜测一定是食客泄密，大法师便派人追杀食客，食客连夜带着妻儿逃离。而大法师要杀的食客正是王成富，而大法师为了毒水的配方也杀死了万事通。大法师一看自己的老底被全部揭穿，就要对小鬼动手。王成富的女儿赵青青这里正在苦战，7日之后朝廷正式成立了不良人组织，杨信则成为首任不良帅。